有香又滑的月饼，用上等的材料同埋白莲蓉。我哋成班月饼师傅，从猜面粉到包月饼到落盒，都系亲力亲为做嘅。 今年为大家推出两款嘅新饼，一款焗饼，绿茶蓉同埋黑芝麻焗饼，好惨，俾人感觉系烧制清香，冰皮系桂花黑枣朱古力，桂花食完之后保留嗰个清香喺个口度，食完之后都好回味。我哋创新之余。 同會保留傳統，祝大家個個温馨嘅中秋。